萨尔。今天我们有来宾，我们来宾还蛮丑的，他们是 Soundless Boys。Yeah， 我是阿勋，阿子，我们是第一次做来宾的 Soundless Boys。其实我们频道也是第一次请来宾来啊。哇，这是处女秀哎，为什么彼此的处？频道主要内容是什么？今天玩游戏啊。是玩游戏做饭啊。所以你们没有先了解一下我们频道吗？不是我。想先让他们自己介绍。反正我们就一直讲，然后你们觉得要剪的要什么都可以。那我都会有位啊，我都不会剪。那我要注重一下我的形象。对，我知道，我刚刚不是说我频道很精准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两人组合，没错。我们来做团队默契大考验。赞啊！有没有吓到？是什么？没有惊啊，没什么问题啊，默契都要默契。你知道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吗？大学同学。哎呦，你知道我们认识？你知道我们两个怎么认识的吗？我们是同卵。不会吧？你可以跟着我吗？异卵双胞胎跟同卵双胞胎。哦，他们是异卵啦，还异卵的，我是超异的。你知道他们是高中认识的？是，他们认识三十年了。对呀，哦，对，我们同卵的。好年轻的大学团体，让我们的频道增加一点那个年龄的味道。我们专门打45岁以上。阿姨，爷爷们记得订阅啊。他们会先问我们的问题，然后我们要回答出一样的答案。如果不对的话，我们就是没有得分。我们总共十。得最多分的人就赢了，那输的人就要玩这个测谎机。可以哈，我们默契应该可以吧？我们只要看眼睛就好了。我们也是想看眼睛，但是实在是受不了。来者是客，先去问。我可是有准备了。他们拿出手机了啦。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太刁难。先问简单一点，请问你们拍的第一支片名叫什么？1、2、3，女友偷吃。对，那个屁呀！对，那样子我们要变。我知道。我要问一个最简单的问题，请问阿慈的生日是几月几号？3、2、1，9月10。请问为什么生日？我男生会记这个，我觉得不简单。我觉得通常男生不会记生日啊，而且你的生日怎么那么好记？请问阿慈的生日1、2、3，91。哇，他比我们还有默契。那个算吧，屁呀！哎，不算吧，算吧。这平台搞什么？还有规则吗？请讲出台湾。男歌手，1、2、3，萧敬腾，陈奕迅，台湾人吗？耶！这个不是默契啊，是有没有脑？问啊！请问阿 K 的敏感带在哪里？3、2、1，老二。啊！算啊，算啊 ，A B， 老二，老一啊！因为我想说夸大了，我以为你们会说耳朵或者脖子。其实我们讲应该是同个地方，大概这一块去。没有，我刚刚讲陈奕迅，我也想相信。OK， 这两个是不同的人，差这么多，你还要凹？1:0，还是1:0吧？请随便说出萧敬腾的一首歌。1、2、3，原谅我。这么难啊！我看你是小飞的小蝴蝶，如果没有讲出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想不出来，先跟道歉。原谅我。因为我觉得好多字有点累。他们都出这种很难一样，哪里会？对，我们要换个东西。请随便说出一个台湾知名 YouTuber 的名字。3、2、1，陈杰石。可见我们两个团体就是默契。没关系，我们就1:0完胜就好了。请比出三这个数字。对，1、2、3。哦，得分了！代表一点默契啊，因为你在前面睡得很少，他一分也是蛮简单的。比赛要有一点焦灼白的话 ，OK， 哦，是故意让分的是吗？对对对。我们好容易不喜欢你的表情。请说出最喜欢的台湾男演员。3、2、1，王耀庆。屁呀！我的个屁！演员怎么会是周杰伦呢？而且王耀庆刚才出现那么多遍，你怎么会讲不出来？对啊。也是觉得王耀庆啊，对啊，跟我们的周国浩啊，题目比较复杂一点，但是不要质疑我们的题目啊。红、黄、蓝，请选出1到3种数字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这是错吧？请选出1到3一个数字。哦，对的，他是对的，他是1、2、3，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前面是。
障眼法，然后真正问题是请从一到三选出一个数字。他们有选一二三？我就不知道要干嘛，就是跟着通常不知道做什么时候就是跟著跟着上面讲什么话，觉得我们有备而来，构建，构建。他现在是发现我是对这句话，我讲最后构建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又跟着他讲。请说出阿慈的一个口头禅。三二一，好吃。Yeah! 哇！OK， 我有点吓到。我请来宾来总是要捧一下的嘛。真的，先第六，先第六，先第六。想到棒状物，会想到什么？一、二、三。老二，老二。口味很重哎、欸。因为我撞了前面讲过的东西。我以为你会不敢讲。不敢讲。继续讲。我就脑波比较弱一点嘛。今天就是跟 Sunrise Boy 相处太久，然后把我变成。中年大叔啊！请说出一个觉得野外最刺激的地方。三、二、一，厕所弹跳。什么意思？谁打厕所是什么意思？我想歪了。这个其实这个练习，我就有点打不过去了。哎、欸，我们不能挖你懂是不是？如果你说是在，他刚刚红红蓝都来了。我想说你不敢讲啊！我哪里敢屁呀、啊？你不要跟他们讲这种话，你脑波很弱哎、欸。他觉得最刺激的是厕所。刺激的啊，是啊，他觉得最刺激的是，而且我觉得最刺激的是高高峰感觉。不要再恶搞我们的频道了。小雨，小雨，你们最喜欢你们频道里面的一支影片，一、二、三，疫情未成年。哦，他是你置顶的吗？哦，原来是你置顶。废话，不是你就他。都是我自己浮上去，进入白热化阶段。观众以为我们 say 好了，其实没有没有。哎，我觉得石诺题还蛮好玩的。哎呦，对，我没有练。天哪，我心机很重哎。请做出双手互握的动作。三、二、一。耶、yeah! yeah! yeah! ！不一样，不一样，不一样好吗？不一样啊，上是营销的关系。啊！我本来想叫互握。哎，我们试试看。这不算，这不算，这不算。二三，哎、欸，一样哎、欸，其实有点就是遗传、啊，我觉得是遗传嘛。对，这好像是。我们是要比出爱心这个手势。一二三，耶、yeah! ！你都会笑我了，我觉得你不会做这个。我在影片里面很常这样啊。我刚没有想到，未来一个星座，请做出抱胸的动作。三二一。怎么会有人这样？对啊，我想说不要抱太大力了。怎么会有人做这个啊？抱胸啊，抱胸啊，这样也会抱胸啊。对，高中认识到现在，不过就这样。对，还好吗？谁高中认识都知道他干嘛抱胸？对啊，谁干我屁事啊？请说出一所学校的名字。一、二、三，台大艺术大学。这不是，这太送分了吧？谢谢谢谢大叔，我们一定跑门点到。好了，那不然我们也送他们一份好了。我觉得这个应该他们应该回答出来。请唱出心里面想的一首歌的一句。一句。二一。谁有一首？那你唱什么？唱什么？阳光灿烂啊！西大木瓜。为什么啊？我脑海就只有这首歌。一二三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棒棒糖，跟猴糖，我们有一个要求，什么要求？最后一题我们要握着手一起打，是要这个要求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啊，我们要十指交扣，可以可以。Oh my god！ 请讲出喜欢的内裤款式，三二一 ，DK 裤，款式哎，不是品牌哎，听不懂题目。你也只有三角、四角，然后什么可以选而已。就款式。可你为什么选丁字裤呢？款式啊。我会选丁字裤。你会选丁字裤吗？你是说我还是你喜欢、啊？我喜欢别人穿什么？没有问好。哎、欸，好，对不起。你说最喜欢女友穿什么裤子是不是？啊，那就 OK 啊。好吧，不然那答案就会换掉啊。再给。是啊，因为请做出挖鼻孔的动作。三、二、一。哇！哎、啊。
没办法，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，真的没办法。不觉得食指太粗了？对啊，对啊，他们说小指吧，小拇指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啊，对，我不说了，好，再凹一题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被垫两次了。如果我们过了，我们就不垫，然后你们垫。好啊，有，好不好？可以。好啊，我们答对了，我们不用被垫。对，他们被垫一次。那如果我们答错，我们再垫两次。这个要角度什么一模一样，请做出最近很火红的抖肩舞定格 pose。三、二、一。坚持就是送分嘛，那也教我们最有默契了。真的，他们其实真的非常有默契，错，该死的是。对啊，想看我们怎么死，再看一下我们频道，看我们频道就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死了。喜欢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跟订阅我们，然后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都会回复你们哦。而且之后我们那边也会有影片，记得追踪他们，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拜拜。